鼻塞鼻咽的常见症状为鼻孔发塞流清涕，有时打喷嚏，呼吸不畅，嗅觉减退，声音重浊，鼻塞不便香臭，并伴有头额隐痛，鼻涕流出痛会减轻，春秋季节多发。我们推荐一个针对鼻塞鼻咽症状的食疗方案，取白芷、辛夷、葱、姜各15克，菠菜半斤，芥末、盐、醋备用。以上食材备好后，白芷、辛夷、葱、姜熬水2斤，开锅5分钟后药材捞出，菠菜洗净，用药水微焯后过凉水，放入芥末、盐、醋凉拌即可。调味品可根据个人口味自行增减。想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，敬请关注九玄小针略。